这道菜喜欢吃虾的千万别错过了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照烧虾饼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先把虾蓉抓出粘性，照烧汁的配方我打在屏幕上了，用虎口的位置兜出一个虾球，放进锅里用铲子压一下，煎到边缘变色就可以翻面了。刷上照烧汁，撒上点芝麻，用海苔包起来。学会了这道菜，快速提升你的家庭地位，快做给你爱人吃吧。